网传话题女星杨幂与刘恺威分手，劈腿谢霆锋，令网友感叹唏嘘。不过无图无真相，不少明眼人称有恶意炒作的嫌疑。4月18日中午，杨幂一条语带愤怒的微博就表示：“谎言，我就等着看看你还能撑多久。”昨天杨幂现身某活动时，首次对此事做出了回应。现场杨幂就表示，谢霆锋一直都是自己的偶像，希望以后也是如此。我觉得是这样，因为可能每个人有他各自的职责吧。那因为我很早以前就说过，霆锋他是我的偶像，所以我仍然希望，虽然跟他合作过，也跟他认识了，仍然希望他好好的在我心目中当好我的偶像。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崇拜他。